新村庙会人太多了。洛邑古城的庙会今天已经是初八了，但是人还是十分的多。历史悠久，滋味独特，润物香醇，欲吃难忘。
啥车了没有？你看能卖了，别一天都把车给这个放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博客，今天带大家看一看洛阳洛邑古城的这个庙会。这个景点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收费，人特别的多，主要是来这里边拍照穿汉服的人特别的多。马上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啊。洛阳古城的话，也现在就留下来有一个这个文峰塔，应该是老的，其他的都是新的建筑，就我后面这个塔是老的。排队入园，不要拥挤。尊敬的游客，大家好，请按照制度排队入园。应该是人太多了，不扫码预约的话可能还不让进呢。尊敬的游客大家好，请按照秩序排队入园，不要拥挤。你饶得过我呗，万福体验馆家家生意火爆，应该是比卖吃的生意还好。上海怎么大？小人，您把头上给人喝点。穿汉服的头饰。这是新楼盘，你在那儿住应该知道啊。没关注过，那时候是，那时候是，去年的时候好像是。这种节日应该生意最好的就是这种。
万福体验馆里边都排着队，人太多了。卖这个头饰的生意也特别的好，穿汉服配套的头饰，穿汉服的道具，头饰，灯笼。